洗了就好了啊，好凉快是不是？我没有骗你吧，我不会骗你的啊，好舒服，好凉快，还有风。这个雾化做完了，妈妈就放心了，妈妈就可以去大厂了啊。所以你不要乱跑嘞，你老是跑来跑去就容易咳嗽感冒，但他不管哈，就是不能和小朋友跑。好乖哦，小贝贝，真乖了。好乖。好舒服的，还冒烟刚了，开始还不愿意吸哦，还哄哄那么久才吸。还冒烟呢，我那牛气冲天哦，呵呵哈哈哈哈，呵是不是？这个俏皮牛，是不是啊？俏皮牛。有个牛吃草哎，那牛吃草，头不能动啊。哎。吃饭。中元节今天老农历十四，我们宰土鸡吃。他说：“如果要泼，随时都可以泼，但是对我的伤害太大了。”然后说：“既然羊水不是很低很低的情况，
可以回家再待两天再过来复查，他说也可以不回家，明天早上又叫我做 B 超，如果那个值还是一样的还是得回家，那我还不如现在回家。哎呦，搞得我不上不下的，真的是回家过两天再来，反正小宝这两天也不舒服，有支气管炎，到时要带他去做雾化，做完雾化这两天又过来复查喽，然后这个行李就一直放在车上不拿下来了，到时候有什么紧急情况就不用扛上扛下了。哎呀，真的是今天是农历的十五，农历十五，人家说中元节，现在外面到处都在烧纸啊什么的。我今天来医院，农历十五来医院，又得跑回家。哎，跑回家就跑回家吧。我老公说过两天再来吧。然后我朋友他说有可能是个女儿，女儿金贵，女儿娇贵啊。这一台确实是很娇贵啊，钱不说哈，花了挺多钱了，这一台没生就花了挺多票了。然后现在的话来医院又拿行李来又回去，又保了两次胎，我朋友他们都说是女儿，女儿儿子都一样。其实现在还在这里等我老公下来，找不到车子。哦，这个地下室好多蚊子满天飞在脚底，真的是好笑哦，真的是来了又回去。看一下这个蚊子满天飞。